OK，半夜做个 test，结果很出乎我的意料。你看，这个是风吹草动有没有？这种稍微扭的那种感觉。啊，你看这个效能还不错嘛。可是你看，如果我复制物体上去的话，哇，它这个就很钝，1.5个 FPS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模型。5500面，差不多了，哎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就在搞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之前就已经搞过一次了，那就放弃，就觉得胡迪尼很烂。其实讲真的，我这个东西我今天才搞出来，好了，就弄到 Blender 啊，Blender 你看这效能多差，好，这个风吹草动，可是你要知道。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内建的功能，哈，一下就做出来，所以基本上胡迪尼是有点浪费时间。你看我前面胡迪尼串了多少东西，他才搞出来啊。然后你看，然后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？最夸张的是我这个东西交出来，我靠，它 FPS，你看这边，它 FPS 竟然还跟胡迪尼差不多。我试一下把这个。关掉试一下，你看，哇，真的差不多，我靠，你看，100个，这两个都是100个，100个薛定谔，然后它的效能可以，竟然 Blender 还赢，我操，而且重点是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catch，只是 Blender 只能 catch 成 ABC。然后胡迪尼可以 catch 成他自己的档案，这样。